箴言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一节，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原来我相信另一件可以话叫惊世嘅秘密就系咩咧？原来时间同埋空间嘅总共嘅缩影咧，即系当一缩影咗之后咧，我哋见到嘅启示录咧，其实系记载咗咧喺历史上面咧，淫妇就成为辛苦嘅倒模，而淫妇就扎根咗喺呢个世界，辛苦就扎根喺天上。而当两者一路慢慢去形成嘅时候咧，淫妇就一路越嚟越衰啦。吓，佢变成大淫妇啦，但问题呢一边咧，淫妇就慢慢变成辛苦啦。而当两者产生嘅时候咧，一定要有呢个淫妇，因为点解？因为咧佢成为淫妇嘅倒模，所以而家你就明白点解咧喺圣经里面咁强调双子啊，系咪？就算双子嘅话咧，就如我所讲咧，对立嘅势力都要绝对受控嘅，就好似你玩一个嘅策略 game。对立的势力绝对受控，不要可能不受控，它甚至是被设计出来的，是安排出来的。所以变成当我们开始讲这个的2012信息的时候，我都尽量避讳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神未准许我分享出来嘛。我都讲说、其实呢根本邪恶那方面是一定要有 Freemason 去管住他们的、因为他们是邪恶嘛。但是 Freemason 我们知道背后是谁、就是辛苦咯，是不是？所以原来我想你知道呢，在整个的历史当中，原来神特登是制造了他的挚爱和他自憎出来。而事实上神是这样做的，因为他是生命的创造主。既然生命的创造主他绝对是有公义的性格的话，那换句话说，在全个人的历史当一定会有对立的关系。所谓对立关系，他一个挚爱一定有一个自憎，而地狱就是为了这些自憎而产生。但是问题在圣经里面，其实一而再再而三他讲了他的自憎是谁。如果当而家你听完我呢个分享嘅时候，你就会明白我不嬲对呢一班巴兰仔咧，其实系几咁客气，系咪？因为其实佢哋系神嘅自憎嚟嘅，神憎得佢哋好紧要嘅弟兄姊妹。而事实上就系话，历史咧就系为咗塑造拣出呢一班自憎嘅出嚟，然后神去审判佢。所以你话嗰啲听见话牧师分享之后，然后觉得我好冇礼貌啊，对呢一啲人啊好唔好啊嗰啲。那些都落地獄一定，明明啊？你仲要羡慕大淫妇啊？你仲要为大淫妇去讲说话？你啲咩嚟噶？你哦，你系大牧师，哦，你系某某宗派嘅大牧师，哦，你系神学博士啊 ？OK 啊，咁你咪落地獄咯，系咪？因为点解？因为嗰啲唔系神所憎咁简单，神系自憎啊！喺成个人类历史当中咧，其实系神塑造咗两个极端出嚟。当你理解咗一个创造主，当佢创造世界嘅时候，佢会咁做嘅话咧。咁你先至明白启示录点解会有咁样，因为好多人佢冇办法接受到呢个对立，因为佢唔系创造主嘛，因为佢蠢啊嘛，因为佢所知嘅嘢今日好有限啊嘛。但系当你能够理解创造主嘅话咧，你就理解启示录点解系咁，点解会有一啲嘢神要等候，有一啲嘢神会咁样安排，原来就系为咗呢一点啊。所以换句话讲咧，呢个就点解我哋能够去理解真理同埋理解神嘅性情咧？是一件好重要的事，因为你解圣经呢，其实一定全部它是情理之中的。永远的，即是神做的事，如果你当你理解神的性格呢，它是情理之中，所以你就能够理解到圣经。但是因为当你有神的性情的话呢，其实你先看得明白，就好像启示录，你少一点神的性情，你根本都看不明白启示录究竟是什么，是不是？但是当你有神的性情和了解神的神性和它的全能的程度呢，其实你就会理解到启示录。冇错啦，所以原来当你越理解真理嘅话咧，冇错，圣经佢写嘅时候咧系意料之外，但系佢永远都喺情理之中。当我哋不断嘅认识神，当我哋不断嘅喺圣经里面嘅启示慢慢打开呢两光，不断打开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咧喺呢个情理之中咧，帮你去理解呢啲意料之外啊嘅呢一啲嘅情节啦。好啦，咁所以喺呢一点咧，最尾一点要交代嘅咧，就系交代点解神。其实在这么多年当中是要我不要讲出来，就是其实启示录已经讲出他创造世界的时候是一直是制造他的自憎和制造他的自爱。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说神免得就好像圣经里面主耶稣说天的比喻是只是给他的门徒知道，因为讲出来免得衰人听了之后走遮面。其实神在这么多年里面是不让我全面地将这个秘密讲出来的原因，
就是让那些衰人继续衰下去，衰了这几十年。因为实际上我开始侍奉是讲的是33年半之前，是不是当时来讲神已经，就算我有这个概念，甚至后来在96年之前能够理解了这个概念之后，神都没有让我去分享出来。但问题当然大家经历了96年你就明白为什么神不给我讲，是不是？因为原来真的有这么衰的教会，有这么衰的牧师，即是直接是这么衰的人都有的。那你就会知道了，因为神呢不给机会他们呢回转。因为这个应该是事实上，因为每一个人他们自己去跟神的关系去理解的嘛。你想想，我20几30岁我已经理解这些概念，这些经文。哇，他们那些吃全福音饭那班啊，即是逗住份牧师的薪水几十年的，都不知道这些这么简单的真理。是不是一个根基的真理？这个概念应该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认识神的时候呢去自己去知道的。就算不是呢，在日华牧师跟你这样提，那你都知道我一生当中我都不是为了钱，又不是为了名，是不是？我为了爱神而已。其实我用这样的字眼形容这班这样的衰人，即是有时候现在你就明白了，即是你现在应该怎样鄙视这班巴兰仔。总之你一见到这班人就是最衰的妓女，这样提，但是他叫牧师的，他是陈李张黄河咁多呢啲嘅牧师㗎喎。係妓女嚟㗎啫。最多你咪睇佢当男妓囉，係咪？但你唔好諗住我侮辱佢。因为呢个字都唔係我表达出嚟。呢、这个字直情唔係我创造出嚟。大淫妇系神创造出嚟㗎。明唔明啊？所以变咗就係话而家你就知道其实我不嬲对佢哋都真係好有礼貌㗎啦。箴言第31章第31节。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整夜挂着满天星宿，晚空照影似合奏，叙述救赎情深厚，主爱遍及穹苍宇宙，历当照耀只解说缘由，告知我光阴逝去或会再倒流，千丝万缕只高深难理解察透。星与月是神创设，要显出历代大事成就，陈述主神恩永不朽，宇宙众星今协奏，星宿在月事，人类历史战到尽头，列国战断考究，万里穹苍星际和谐合奏。